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兄弟连细说 Linux 配套视频，我是沈超老师。在屏幕上有我的微博，还有兄弟连的官方论坛，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本讲我们继续来讲第11讲十二编程，还是来讲流程控制。这节课呢，我们开始学习 for 循环。什么是循环啊？就是说我做一件事儿，我这人比较认死理，只要这个事儿还存在，比如说我吃饭，只要锅里还有饭，我不管我吃没吃饱，吃完一碗反过头再重新再盛一碗再吃，这就是循环，直到这个条件不再这个符合，比如说锅里没饭了，这时候想吃也没得吃了，所以这个循环就会终止。当然大家写循环的时候就要避免一种什么报错，死循环，就是说你不管没有这个终止条件，你的终止条件任何时候判断都是真的，永远为真，那它就会一直循环下去。你这种循环如果多的话，或者又这个执行的时间长的话，会把你的系统就会拖死。所以啊，也就是说你想想，不可能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永远锅里都有饭，你也就不会把自己撑死，对不对？所以这个循环注意。当然啊，我刚刚说这个吃饭啊，好像我是饭桶一样的，那就换个说法吧，李明老师吃饭，哎，如果锅里有饭，他吃完一碗返回了，他就会再执行吃一碗的这个动作，这就是循环，哎，这就是循环，很好理解。那我们的事儿当中呢，它支持的这个语法有两种，先来看第一种，这种循环是这样的 for 变量 in 后面是值，后面 in 后面有几个值，你的 for 循环几次如果写三个值，你的 for 会循环三次，每次循环把这个值付给变量，然后执行程序，执行完之后回过头来把第二个值付给变量再执行，执行完之后再回过头来把第三个值付给变量再执行。听起来好像很绕啊，举个例子，打印一个时间，这里我写一个变量叫做 time， 后面写的时间是 morning, noon, afternoon, evening， 哎，早上、中午、下午和晚上，我写了 in 后面有四个值，注意它是靠空格判断，只要有空格它就认为这是一个值，所以我的 for 这个循环会循环四次，每次循环第一次循环会把 morning 这个数付给 time， 看我会打印现在的时间 is time， 变量 time， 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time 里的值就是 morning， 它就会打印 morning， 第二次再循环就会打印 noon， 第三次再循环就会打印 afternoon， 第四次打印 evening， 这个循环我们试一下，来，我还是在 root 下的 sh 当中，我变 for 1.sh 写第一个12脚本，好了，所有的开头，那我不瞎注释了，直接就开始写。那么放呢，看 i in 1 2 3 4 5 6，然后 do， 注意 for 循环是用 do 和 down 取代了其他语言当中的大括号，它的作用其实也就是括起来，然后 echo 到来。其实我写的这个脚本和幻灯片这个脚本的作用完全一样，就是在 in 后面有几个数，几个，有六个数，这个循环就会循环六次，第一次循环把数值一付给变量就会打印一，第二次循环把数值二付给变量就会打印二，第三次打印三，也就是说这个脚本是会留这个循环的输出1 2 3 4 5 6这样一个数值。那我们看看保存，赋予执行条件，执行权限放命令点杠放，哎，就会循环输出1 2 3 4 5 6，这就是 default 的第一种语法结构。我们很多同学啊，看了这种语法结构之后啊，他都很，就是说尤其是学过语言的，他就会觉得很奇怪，为啥？那如果我想让我的 for 循环100次，我后面是不是要写100个数或者100个值，中间用空格空开？要循环1000次呢，要循环10000次呢，会累死你。所以啊，他们会觉得这种循环很笨，
这种循环简直让人不可接受。那为什么 Fall 支持这种循环呢？那我们还是说 Linux 的事儿是它的初衷是便于管理员进行系统管理，所以这种循环最大的好处是在系统管理的同时进行可以简化的操作。比如说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我想要进行批量的解压缩，我事先准备好了十几个二十几个压缩包，比如说我们后面要这个用到的这个 LAMP 环境搭建，哎 LAMP 环境这个指的就是哎 Linux 啊 Apache MySQL PHP 对吧，这样一个常见的外部网站的开发平台搭建，这种搭建可能需要大量的软件包，在我们的课堂当中我们需要19个软件包，而都是压缩包。那在搭建的时候我每个压缩包都要手工解压缩，解压缩完之后再进行安装，那这时候就很麻烦，19个包每个包都手工解压缩，非常非常不方便。那万一包再多点呢，好几百个每个包都手工解压缩，想想都会累死，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用脚本来做就会更加方便，那这种情况下用这种 Fall 循环就会更加的亲切。看一下我的这个例子，我假设我把所有的脚本包都放在了跟下一个叫做 LAMP 的目录当中，然后呢我们的压缩包都是由点踏点 JJ 结尾的，所以我把所有以点踏点 JJ 结尾的文件的文件名写入一个叫做 lslog 的文件。来我们看一下，来 ls 是不是会显示当前目录下所有的文件，那如果我把它写入到某一个文件当中，比如说log.ls.log 这个时候我 cat 一下这个文件的内容，你就会发现会把这个命令的结果是不是都放在这个文件当中，这个时候这个文件的内容它是自动的以这个换行符分开的。那我们的 for 循环是这样的，硬后面只要它的内容是隔开的，不管是空格还是换行符，只要是空开的它就认为这是一个内容，它里面有哪些内容会循环几次。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看把所有的压缩包的文件名都放在这个文件当中，然后呢循环用叨叨小括号的方式用 cat 命令读取这个文件的内容，这个文件当中有几个压缩包的文件名，你的这个 for 循环就会循环几次，每次循环把压缩包的文件名付给变量 i， 然后我只要解压缩这个变量 i 就可以了，把它的内容输出到回收站。这样做的好处是我的这个目录下的压缩包有可能是随时变化，而不是我一开始说的19个，有可能我删了几个或者我又往里写了几个。那这种情况下一旦它的包的数量变化，因为我是用这种追加方式把它写入了文件当中，把覆盖的方式写入，它都不用再去更改我的脚本，它进行循环的时候有几个文件就会循环几次，它更加利于系统管理，这就是这种循环最主要的作用。哎，这种循环最主要的作用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它初看啊很笨，但是在系统管理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当我循环的时候我并不确定我要循环几次，而是这个目录当中有多少个文件我就循环几次，系统当中有多少个用户我就循环几次，哎，很有可能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如果用指定循环次数的方法，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种语法格式，它反而不适合系统管理，但是用这种印的方式我完全可以把后面的内容用变量来替代，也就是用变量来替代，对吧？这个时候只要这个里面有多少内容它就会循环多少次，而不用我再去先数这里面有19个包所以循环19次，那万一我加了一个包或者减了一个包，我的整个脚本都需要改，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循环更加利于系统管理。好，那我们现在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压缩包，那我们怎么举这个例子呢？那我们还是尽量的这个模仿的成功吧。那这样吧，我现在判断我在这个目录下有几个以 .sh 结尾的文件，有几个文件我就打印几次，每次循环都打印这个1234吧，有几个就打印几个，最后看还能打印几个，好不好？那这个怎么写呢？那我们写一个for 2.sh。
然后呢，我们 cd 的 root 下的 sh 这个目录当中，然后呢，我们把 ls 把这个目录下所有以点 sh 结尾的文件追加在，就覆盖到 ls log 这个文件当中。注意啊，我用的是覆盖，原因我并不确定这个文件是否存在，这个文件里面是否有原先有其他内容，如果有就会影响我的程序执行，所以我用的是覆盖。接下来呢 for 循环 i 循环到了 cat ls.log， 那接下来呢 do 到我想是没有一个循环都打1234是吗？那这样的话我就应该先定一个 y 等于1，然后呢第一次循环就打印到了 y， 然后如果再循环的话 y 就等于到了 y 加1。哎，循环一次就给 y 的值加1，第一次循环打印它的值是1，这里面有多少个文件就打印多少次，最后会打印它的最终的总数，对吧？来，这样一个方法来做。那我们来试试甚至 mode 75，然后 for 应该是2了吧， for 2.sh 执行一下 for 2.sh。 好了，我这里数一下啊，有是7个吧， 1,2,3,4,5,6,7 个点 sh 结尾的文件，所以循环打印了7次。这就是这种 for 循环的这种用途，它的最主要的好处就是我不需要事先指定变量的个数，它里面有多少个值就会循环多少次，更加方便于系统管理。哎，我其实这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这个批量解压缩，只是我没有那么多压缩包，所以我把它稍微做了一下变通，不再是解压缩，而是打1+3,4,5,6,7，对吧？啊，这个例子是可以在工作当中直接使用的，你只要把压缩包的目录改一下就可以，对吧？好了，这是第一种语法格式 for 变量一值的方法。其实我们的 for 是支持我们常见的指定循环次数的格式，它的格式是这样的 for 用双小括号括起来。注意我们说过在 linked share 当中只有双小括号括起来才可以进行加减乘除这种数值运算，那也就是说这里面我是不是需要进行加减乘除运算，中间与分号隔开。它的格式是这样的，看我写一个从1加到100，定义 s 等于0，然后定义 i 是1，当 i 小于等于100的时候，每次循环完执行 i 等于 i 加1，那也就是说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i 是1，然后执行这样一个工作 s 定义变量 s， 它的值是到了 s 的值加到了 i， 那这个时候第一次循环到了 s 的值是0，到了 i 的值是1，那就会执行S 的值就是0加1，它的值是1，对吧？循环完成之后回过头再来一次循环，再来循环的时候在循环之前先会给 i 再加一个值，那也就是说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i 的值变成2了，它就要判断 i 的值是否小于等于100，那明显的2小于100，那这个时候就会执行继续执行程序体的内容，这个时候 s 的值已经是1了，这时候 i 的值就是 i 的值是2，然后就会执行1加2，同时把它付给这个值 s， 接下来循环再循环会给到了 i 再加1，加1之后就是 3的话还是小于1等于100，继续执行直到加到之后它是101，到这里一判断它小于等于100，这个条件不成立，这个程序就不会终止就不会执行，它就会终止，这就是这个加到100最后打印它的和就可以了，对吧？那我们试试试试 where for 几啊，我记得 for 3.sh 好了，然后呢 s 等于0 for 双小括号括起来，后面用 do 和 done， 然后呢 i 等于1小于分号 i 小于等于100分号
i 等于 i 加一，然后每次循环都是 s 重新赋值等于 $s 加 $i。 我说了，只有用双巧括号括起来，数值才会运算。接下来呢，最终打印 $s 打印盒就可以了。执行一下深之木的755 for 3.sh 加个 for 3.sh， 好了，最后它的值是5050，对吧？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种语法，也就是指定循环次数。哎，我指定循环100次，然后在里面执行语法。这种循环是我们所有语言当中最常见的循环。那它呢，事儿也支持，但是它可能不像我们第一种这种循环，哎，可能是比较适合我们做一些，比如说批量解压缩啊、批量添加用户啊等等这样的方法。当然，它的区别是，这种循环是不知道循环次数，而第二种循环是知道循环次数。我们有些时候在添加用户、批量添加用户的时候，有可能也是执行知道这个添加用户的个数，那这个时候应该是使用第二种循环。所以说，两种语法的这个区别的条件主要还是我是否事先知道循环个数。如果事先知道，就要执行第二种语法，否则就要执行第一种语法。好，那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也就是批量添加用户。那来看看我写的这个语法。首先要求你输入用户名，等待30秒，把你输入的内容付给变量。然后呢，请你输入我要批量添加的用户的个数，把它付给变量。那也就是说，批量添加用户，但是我事先知道我要添加多少用户。假设我如果要添加30个用户，那这个时候我就是指定循环，指定次数的循环。所以你看，我用的循环其实是第二种语法，对吧？然后呢，给你的用户设一个用户密码，哎，初始的用户密码，把它付给变量 pass。 注意，批量添加用户的时候，它就不像我们手工添加用户，你可以给每个用户起个个性化的名字，比如说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对吧？但批量添加用户的时候，我的用户名就会有一定的规律，比如说 STU Student 010203，只有这样才可以用程序批量添加。所以我需要你先输一个初始的用户名，然后每次添加的时候，我要确定你添加的用户个数，然后每次添加在你的这个用户名之前后面加个一标号。最常见的其实输入就是 student， 然后呢你就会添加 student 01 02 03，来用户一次添加。这是程序所只能这么做，你要是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那样写的话，程序写起来太麻烦，还不如我手工自己来做，对吧？好了，三个需要你用户交互输入的内容输入完了。第一个是用户名，第二个是用户的个数，第三个是用户的初始密码。接下来我就开始执行程序的主体了。首先我要判断的第一件事情，杠 z 是判断这个变量里面是否为空。有些人很坏啊，他没有在这个里面我要求输入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输就回车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让程序我不经过判断直接执行，程序是会出报错，会有 bug。 那我们说我们写程序出现 bug 都是因为我考虑的不周到，所以我先要判断你输入了这个家伙是不是空的。杠 z 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值为空，这个变量的值为空，则返回真。但是我加了取反，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里面不是空的，有值才能执行 if 里面的内容。同时我用了杠 a， 它是逻辑语，也就是多个条件判断同时判断。那我既判断 name 是不是空，也要判断 number 是不是空，同时还要判断 pass 是不是空。好了，判断完这个之后，你小心，只要 name 有值，初始命令有值，不管你输的名字是12345 6还是 ABCD， 你的初始密码是12345 6还是 ABCD， 都不影响程序的执行。但是我这里要求你输入用户的个数，如果你这块输的不是个数字，比如说30，你给我说了个输了个 ABC， 那我这个程序一定执行的时候就会出问题。所以我除了要判断你输入的内容，
我还要再执行一个判断，判断你输入的 number 是数字。那在事儿当中，我们的 test 的语句没有办法直接判断你输入的内容是不是数字，所以超哥想了一个笨办法。哎，其实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这种方法，我觉得还挺好的。干嘛？来看看，打印 number 这个变量的值，管道符 send 我们说是替换，是操作这个数据流的数据，判断什么？用正则表达式 send 里可以识别正则，对吧？只要我找到了0到9数字，任何数字，哎，注意正则是包含匹配，你写的越小它匹配的范围越大，那也就是说只要有数字就会替换，把这个变量的结果替换为空。那其实这块还是有点小问题，应该是以数字开头以数字结尾，这个正则，我的正则应该写的是不是包含数字，而是以数字开头。哎，但是要加个心，然后以数字结尾啊，开头尖括号啊，尖号。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只匹配数字，你只有是数字才可以，如果匹配其他的就不行。那也就是说这块其实应该这么写啊，但是这样也行吧，这样写也可以，就这样写。然后呢把它替换为空。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里面的值是数字，就会把这个的输出结果交给 send 来处理， send 就会把它的内容替换为空，替换为空就会把这个空值付给 y。 接下来我判断如果 y 的值为空，证明这个 number 是不是就是数字啊？如果为空则执行这些程序，哎，证明 number 是数字了，对吧？如果 y 的值为空则循环多少次呢？循环 numbers， 然后呢每次循环执行一条语句 useAdd 添加，然后呢把添加的用户名叫做 $name， 也就是说你输入的这个用户名，比如说 stu 后面加 $i， 每次循环加一，那也就是说 stu1 stu2 stu3， 然后呢给它赋予变量，把变量这个值用 echo 打印出来，然后用管道符接收。Password 的命令我们是讲过杠杠 string 的，它是拿字符串作为这个用户的初始变量，然后给它赋初始变量。哎，注意我这里全都没有加 exit 跳出程序，原因是看我只有这里面不为空才执行一个 if， 只有这个家伙变量外为空，也就是 $number 是数字才执行这个 if， 也就是说我只是执行了单分之 if， 两个 if 嵌套。哎，这就是这个程序写起来的思路。其实啊，如果我们批量添加用户只是给我个人用户，我完全不会故意捣乱，我不会在这里不输这个用户名，在这里不就是乱输，不输数字，在这里随便输，只要是给我自己用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不需要有这么多判断，我直接执行循环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更加简单，也就是说你们如果是自己批量添加，要给系统当中添加100个用户，你只需要这一段内容，这块写100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那好，我们执行一下这个语句，是不是有点长啊？算了，还是写吧。我们 where useAdd.sh 吧，好吧。好了，首先判断第一句话，等待30秒，杠 P。哎，input name， 把它赋给变量 name， 然后 read 杠 t 30秒杠 p， 然后 input number 输入数字，你要添加多少个用户，把它赋给变量 number， read 杠 t 30秒杠 p， 输入初始密码 input pass wrt。来，把它赋给变量 pass， 接下来执行第一个判断，也就是这里 if 判断 $name $number $pass 是否为空， if fail
好，判断，杠 Z， 注意这个之间也有空格，这块之间也该有空格，否则会报错啊。好了，然后呢，判断 dollar name 是不是为空，双引号括起来，这语法比较复杂，所以把变量括起来，同时再判断 dollar number 是否为空。那这些我都加了取反，所以只有不为空才会执行这个 if 的内容，对吧？否则就会直接就会跳出了。那不对。啊，边讲边写程序就非常容易写错。好了，到了 pass。好，第一个判断，看一下啊，应该没啥问题。待会儿执行再看吧，有问题再调吧。第一个判断，然后现在只有不为空才会执行这个程序段的内容，对吧？不为空，接下来呢，我们需要 that。不光不为空，我还要需要判断你的 dollar number 是不是为这个数字。那这个时候就赋予变量外等于echo dollar number， 输出，然后用 set 命令 ，set 命令来干嘛？替换，把如果这个值是 0-9， 哎，这块我稍微改一下，注意单引号 s 替换，把什么替换呢？把以数字开头，以任意数字结尾，也就是说只要是数字的这个字串必须是数字的才会换成空，换为空，对吧？这个正则，这是正则，对吧？好了，任意数字开头，任意数字结尾，只要是数字才行，否则就不换。那接下来我就要判断 什么？只有 dollar y 为空，只有 dollar y 为空才证明你输入的这个 number 是纯数字，而没有加入其他符号，才会在执行这个程序段里面的内容，对吧？那么就 that for 好 for 什么？我们 i 等于1， i 小于等于 dollar number， 哎，你输入让我加几个数，加几个用户，我就加几个。然后呢，每次循环 i 等于 i 加一，然后每次循环的时候执行语句 user add， 应该加绝对路径，太长了，我就不写绝对路径了，因为我这个缩进缩的有点多，所以呢就这么写吧。user add 呢，然后 dollar name dollar i， 哎，我的用户名叫这个，然后呢把所有的输出我都不想看，有报错或者有正确输出我都不要，然后给它设一个密码 echo dollar pass 作为初始密码 passwd password 杠杠 string stdin， 然后 dollar name dollar i，给这个用户输入密码，同时把他的所有的输出也都丢到垃圾箱里不看。好了，这就是这个脚本。好了，这个脚本啊，它的判断关系是我们前面学过了，这个更复杂，而且把 if 和 for 联合使用，而且是两个 if 签到。所以啊，你看超哥写的时候，当然是只要写 if 就写 fail， 只要写 do 就写 done， 免得到最后找不清楚是哪个括号对哪个，对吧？好了，当然这个东西能不能用我们还得先试试。那我们先判断一下，我们先 change mode 755 user add， 然后呢我们就执行一下这个脚本点杠 user add， 然后他让我输入用户名 stu， 输入数字，假设添加5个用户，输入密码123。好了，稍等，
他做的只能指定一个用户名称。我们先看看啊，好吧，这个应该是没有括起来的原因。我们先看看添加了没有。好，这些用户有了，但是有一个报错，是吧？有一个简单的报错，原因是他认为这个地方其实我应该把它丢进去了，垃圾箱里，它还是有报错。他认为这块他让你添两个用户名，所以我应该用双引号把这个家伙括起来，他就不会再有这个报错了。所以我们修改一下。对，这个丢失了，这个写错了，对吧？写的应该是 and 的，而且这块应该是双引号括起来，就不会有这个报错了。好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刚刚程序执行了。那我们判断一下，我如果执行输入用户名是比如说不再是 SU 而是张三吧，我要添加一大堆张三，但是 number 的时候我输的不再是 1234 而是 A， 这个时候密码 123，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脚本是没有执行的。我们 cat 一下 etc password， 哎，张三是没有出现的，原因它并没有符合我这个判断，所以程序没有执行。好，那如果我的那个用户写的不是 A， 而是比如说再继续张三，而是 A1A， 注意啊，这种程序如果写错了想要退格键是不行的，要用 Ctrl 退格。 A5， 如果我确实是包含了这个用户，这个时候它的密码假设是123， 这个程序还是不会执行，因为它不匹配我的政策，我要求是以数字开头以数字结尾，必须是一个完整数字才可以，对吧？好了，这就是这节课的内容。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 学习的问题，可以登录兄弟连官方论坛，你就可以找到我。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如果你想获取 Linux 的更多学习资料，请关注汽车 Linux 微信公众账号，你就可以找到我。